哎呀，谢天谢地，你们都没事啊！来来来，快把你们放大。我还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们了。袁老师，快点把爸爸缩小，让他出来吧。好像不太可能了，缩小键已经被压坏了。爸爸，爸爸！你不是讨厌爸爸的粗手？不，爸爸的手是世界上最温柔的手。你们快点走啊！不，我一定要跟爸爸一起走。袁老师，求求你带小弟走，拜托你，快点走、啊。小弟，听爸爸的话，我们走。爸爸，我以后会听你的话，不偷不抢，不浪费不打架，不撒谎，还有我会拿到奖学金的。你一定要跟我们一起走。袁老师，希望你将来能多多照顾小弟。不可以！想不到袁老师，你的跆拳道这么厉害。可惜，也不能带大家离开这里。七仔，你醒了。七仔，小迪，小迪，小迪。袁老师，那些黑烟会不会有毒啊？不但有毒，而且附近的城市全都已经被污染了。难道就没有人能阻止它吗？已经太晚了，再继续下去，所有的生命都将受到威胁。七仔，你去哪里呀？小迪，七仔，原来你会说话啊！再见了。为什么要再见？
这些年来，我总算没有辜负老爸的期望，不但考到奖学金，还完成了大学的课程。我要谢谢七仔，他留给我最宝贵的东西，不是上天入地的自行车和球鞋，而是坦然面对失败的勇气，以及积极面对成长过程里每一天的挑战。我常常在想，连一个从外星世界来的七仔都能为保护地球而牺牲，住在地球的我们又何尝不能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力呢？环保这条路一点也不难走，关键是只要你愿意踏出第一步。只要有空，我就会陪七仔晒太阳，希望借着大自然的力量帮他消化身体里的毒素。不管七仔要多久才能醒来，我都会一直守在他身边。严老师，我是袁小迪的爸爸。干嘛叫袁小迪？开饭。但是脏兮兮呢？他破曹主任的猪头！哼，他们不是我的儿子，都是狗。不。袁老师，快点把爸爸放下啊！知错能改，莫善大焉。善莫大焉，看反了。穿成这样你觉得好看吗？我觉得好看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小女子如花，不知这位有缘人尊姓大名啊。为什么你的裤子拉得那么高呢？谁叫我穿得好看呢？我觉得好像有很多只眼睛在看着我们。我也觉得。七仔，你去哪里呀？洗澡。